可能是一万了。哦，是。我看你户外动力费了，动力费动力车了，还是了。电脑不能是要了，来弄啊。嗯，要。哎。要，不行要。现在就不能去了。嗯，啥子？你？来，你看你刚来看的。哦。对。
ော့အရာကန်နေရှိကစင်ကနေမိချက်ပြမိတွေပြတာဆိုရင်ဒီဒီလမ်းကြောင်းတူနေတော့သူနဲ့ကန်ပေါ့လမ်းကြောင်းမပြူဆိုသူ့ကိုကြော်ဖို့စဉ်းစားသူ့တော့ရမ်းမကန်နေได้มั้ยล่ะครับ
没压着嘛。哦。也忙点嘛，像俺那些老百姓呢，都干那年的，要身体忙了都，我们不说呢，现在都，那贵州那叫嘞，啊，就走呗，嗯，往哪走啦？走，也别来一趟了，啊，跑来，可以，跑呗，跑呗，啊，不过身体是体力，你忙了，像俺那些老干部，外面，地哦，哎呀，不说呢。你买那么干不行的哇？啊，像现在的毛，哦，我买毛米，然后买了买零食给你们的，买个米炒菜，零食了嘛，所以呢，啊。你到那边呢？现在就，哦，贵，我贵，贵，贵是贵了，贵哩那个。那是咱那边地了，外面地了，那山沟地了，那里面那个贵嘛？啊，贵啥子贵？反正没有嘛，现在没嘛。哦。对，有几，过两张没过呢，啊，过两。
你那里，我啊，我到嘛是哪里？哦，对啦，你白相也不留下了。没有。啊？哦。下了没啦？哦。对的，我今天到了，咱一边不要了，没留下了。新米呀啦！哦，大，买个大米来咯，也该贵啊，新米。来个点。哦，这里多嘛？对，这里好大的玉米咯。哦。新米啦。哦，新米啊，呀。对啦，你看这边两百啦，米嘞。哦。这边这里，那这里。哦。贵交易。新米了吗？啊，新米了。收到，把米了。哦。哈哈哈哈哈。到我们那里来了，是吧？哦。西安六段新田地，啊。哦。好了。你看这边了。完了，完了。两百三百。你看人家那边是什么样？哦。那规模没有，还没面的。哦。我看到你作业没领没了，没管他。在家里作业。哦，你那晚上没了？哦。Stop， 这边呢？你弄把把给弄。你这边呢？哎。哪里下班？我这边出来了。好的，先买点先别忘。你那个米。这是你买的，那边的买的？哦。这边买的，妈妈。啊，不错，这边。这边你呢？哎，这边的咯。